如今这皇上只看重索额图，和这李氏兄妹二人，根本就听不进去老夫的话。这样，你回宫以后替老夫在太皇太后面前多多美言几句，让太皇太后悄悄的来见老夫，告诉太皇太后我有要事禀报。这个老奴已经试过了。 可是太皇太后说，太皇太后说什么？你照实讲来。太皇太后说，说中堂大人的性格桀骜不驯，当年又帮他对付过多尔衮，如果现在见了，怕你倚老卖老翻旧账，让他也不好办呢。所以，他想让你再冷静冷静，等你彻底想明白了，他才过来见你。 难怪民间有句老话：“青竹蛇儿口，黄蜂尾上针。两者皆不毒，最毒妇人心。”哼，这个女人既狠毒又狡猾。当年她为了能让福临登基，她就利用美色去诱惑那个多尔衮。福临亲政以后，她又利用老妇去对付多尔衮。现如今， 他的孙子玄烨要亲政了，他现在又容不下老夫了。